化学是2次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害怕呢。也没有那么危险，那么矮的跳台。如果是安全的、科学的去滑雪，它会是比走路安全的。180度转体，刚开始滑自由式的时候我就会。720度已经学了一个月夏天了。人要非常努力练习，做一些体能训练。我觉得我现在跳的跳台要10米。没说每天都得滑雪的，200多天。别人看见我都在滑雪，对吧？我其实中间还会有一些时间，我是在是上学的，肯定是半年以上嘛。带着我们凯文训练营去比赛的时候，报到了6。8年以后，成为滑雪世界冠军，没拿到就哭呗。没有太大关系，尽力就好。哭完我还要继续练习。我喜欢跟其他小朋友一起滑雪。希望有更多小朋友跟我们一样，喜欢上滑雪，喜欢冰雪运动。